小发，你没事吧？我能有什么事啊？就是摔了一跤而已。摔一跤能摔成这个样子啊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王婶都跟我说了，一天这么大个人了，能不能不要这么幼稚啊？还去跟人家动手？那还不是他先惹我的，不然我怎么可能会跟他动手嘛？这都什么年代了，只会用暴力解决问题吗？反正我又没吃亏。还好意思说没吃亏，你自己看看你这个脸都成什么样子了。虽然我没赢，但他也没有沾到什么好处啊。真不知道怎么说你才好。那你们是因为什么事情才动起手来的吗？还不是怪他说话过分，说我没有儿子，以后没有人给我养老。谁指到人家身上，随便人家怎么说，为了这么一点小事就弄成这个样子，值得吗？我们只要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就行了，随便他怎么说。那我就是受不了这个气嘛。忍一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这个道理都不懂吗？那你这个伤严不严重吗？要不要去医院看看？没事的，过几天就好了。你以为我像你们一样就滴滴的？你还在这里犟，那管你的，待会别喊痛啊。怎么可能，我皮肉肉厚的，这点小伤算得了什么啊？行吧行吧，既然你没事的话，那我就先这样去了。木兰，你看一下这些秧苗够不够？不够的话，我再去下面挑点上来。这块田不大，应该是够的。行嘛，那我先把这个田捞平，等一下不够的话，我再去挑。好，先把这里摘完再说嘛。这个太阳好大，我去水井边打点水来给你们喝。快去吧，我也是渴得不行了。